听到那么多就是有压力的事情后，就是当然要有一点小配合去就是化解那些压力。所以就是像我的话，我会用像这种 Google Calendar 或者是我自己的记事本，我就会把我要上的课都放在上面，然后我要做的事情也都会列在上面这样子，然后这样就会知道哦，你那一天要做什么活动，然后有什么课，然后什么事情需要做这样子，然后要什么时候做，就是安排你这些活动的话，就是最重要就是开学前，就是当你拿到那些 syllabus 的时候，然后它上面都会很多期中考的日期或者报告截止日，或者是对，就是你会就是最好就是把它放在上面，这样才不会忘记。对，然后当然就是如果你有住宿的话，然后会有很多什么 bill 要交或者是学费要交，对，因为如果你没有交的话你就不能上课。对，然后就是我会把全部的这些杂事都放在上面，所以就知道哪一天要做什么事情这样子。然后依我的经验是，我会前一周计划说我下个礼拜要做什么事情，然后我都会有一个固定的时间，说我可能那一天的礼拜一的9点到10点，我就会用那个时间去看我下一个礼拜要做什么事情。对，然后建立每日小目标，就是我前一天晚上我会做的事情，就是就可能写说哦，我隔天要做什么，这样会让你一整天会更有目标这样子。然后目标的话越详细越好，对，所以这就是我的一些时间规划的小撇步。